变这样子了，就睡在外面一个晚上，然后变这样子，然后眼泡也出来了，脸也肿了，很美啊，这是天然美。我去借个楼梯来好不好？苹果肉不是喜欢这个，一周刊不是喜欢这个吗？妈妈哎 ，It's okay, it's fine。我昨天刚刚从左营回来，因为这个礼拜我们妈妈咪呀的外景拍摄非常的精彩，是李永贤的生日，然后我办了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party， 我还他一月怎么整我的，我加倍弄他。妈团队将大整特整 Melody。昨天晚上我就收到 Melody 的照片，她说她今天要穿什么衣服，那我就故意找跟她的衣服一模一样。我不能讲太多， Jackie 她很喜欢水上的活动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带她去潜水。我应该可以提名影后。怎么去分，就是心情转换，就是一下是村姑，然后今天又变算贵妇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妈妈咪也不算是村姑，不算村姑，就是比较朴实啦，流汗，对流汗，晒太阳，全身是黏的，又一层防蚊衣，又一层防晒，这样子。只要有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尝试，我都很开心，所以就只能说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，不是，只能说我是一个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。我一定